接下来咱们换点轻松的话题。上个周末呢，这个周杰伦一连九场的香港演唱会也在红馆拉开了序幕，他也特地请来了最近人气高涨的张智霖担任嘉宾，而且是非常成功的炒热了气氛。周杰伦2013摩天轮演唱会仪式香港红馆开唱，首场嘉宾邀请到了新任男神张智霖，两人合唱《岁月如歌》和《安静》，引爆全场气氛。甚少唱粤语歌的周董直言，唱过《岁月如歌》之后，心里的压力大减，好像一块石头落地。我练好久了，因为但旋律其实以前就有听过，是陈奕迅的歌啊、哦。但是要变成广东话，我觉得哇，好难，因为有些发音啊，大家也知道，我平常唱歌就不是很清楚了，所以要讲广东话更难。那这个歌真的练了很久，我一下飞机的时候，其实。到饭店的这个路上，哇，就赶快问一下我的香港的同事，我一个字一个字教我，然后彩排的时候也是这首歌彩排的特别久，对。摩天轮演唱会即在台北场邀请到了孙燕姿、五月天等大咖，甚至与邓丽君隔空对唱之后，周董演唱会在嘉宾方面的人选让人非常期待。之后的嘉宾哦，其实我觉得。应该算是都是自己圈内的好朋友，那有些朋友也是也有去邀请，但是能不能来还不知道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他们可能也很忙，而且有九场，你要请九个特别来宾，对，那之前公司有说，要不要就是请几个特别来宾就好了，有几场不用，但是我说不行，我觉得要给观众一个 surprise， 就是每一场都要有，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一天期待一个这样。对，就不先说是谁，大家可以慢慢期待一下。